你要不要买饮料？好啊。好，那我们去买饮料，走。小乔，你要喝什么？小乔，小乔，小乔，你这样乱跑吓死老师，还以为你被坏人抓走嘞。老师不要怕，我遇到坏人会打110。小乔，你好聪明哦。遇到坏人就要打110。110警察局，你好。喂，警察好像被坏人抓走了。同仁注意，据可靠消息指出，人质目前藏匿于本辖泉州街一处空屋内，歹徒持有致命性武器，执行本项攻坚任务时，请注意人质及本身安全，即刻展开救援行动。现在歹徒停战，你们已经被警方包围了，立刻弃械出来投降。废话，偷了都我的东西，老师这个安全离开了，不要给他，我已经交给警察。刚刚警察叔叔跟我说，歹徒已经抓到了，老师平安喽！好棒哦，警察姐姐！哎，对了，那个老师有说有重要的东西交给你，那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当然我有。好，给阿姨看一下。好。这个。哦，原来是这个，坏人最害怕这个了，难怪要想尽办法破坏它。大家好，我是飞天小女警巧巧。2013台北市预防犯罪嘉年华会6月15号下午2点到5点在信义区的虾体广场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。